欢迎大家收看每日星座，我是陈茂元。今天是9月26日，这个视频是专门为今天出生的天秤座你而制作的。今天出生的天秤座属于耐心练习的一天，你们深知如果想把一件事做到最好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的尝试。今天出生的天秤座优点，技术好，有影响力，执着。你们个性直率，有着完美主义的态度，对事情坚持己见。给你们的建议是，在教导别人的同时，自己也要注意学习，不要把完美作为你最高的追求，偶尔要让自己过上简单的生活也是不错的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9月26日出生名人有哪些呢？今天出生名人有中国女演员孙俪、中国女歌手韩红、姚贝娜、韩国演员歌手张根硕、苏联生理学家、心理学家、条件反射理论的构建者巴甫洛夫、英国20世纪影响最大的诗人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略特、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、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海德格尔、23次女单大满贯冠军、1次奥运会女单金牌、3次女双金牌、美国女子职业网球运动员小威廉姆斯，哇，非常厉害！希望今天出生你也能承袭天秤座人优秀的星座基因，走出属于你精彩的人生。相信我，你并不孤单。生日快乐，天秤座，加油！